点听音乐，音乐听一点。听一点音乐。又到了礼拜五的夜晚， Linda 又再次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，就是 Lulu， 来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她带来的这些非常好听的 Jazz 还有 Blues 的音乐。首先当然先要来欢迎我们的 Lulu。 Hello Lulu 你好。 Hello Linda 你好，大家好。Lulu， 这是巧克力广告的主题曲啊。对，一条歌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，这个 Dr BenDix， 他是 Scandinavia 的就是北欧人，对，挪威人。这首曲子叫做 Benjamin Song。 Benjamin， 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社群里听到这条歌，我就跟这个Dr BenDix 说，你这条歌是我最喜欢的歌。哦哇，好棒哦。哎，好特别哦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充满这个父爱的乐曲哦。同时也在这首乐曲当中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Lulu 来到节目当中，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好听的 Jazz 还有 Blues 的音乐。谢谢 Lulu。 谢谢 Linda。 同时我要谢谢我的好朋友Brand New and Old Obsession 的 Justin and My Beautiful Girlfriend Lisa Mann 还有 Dr. BenDix。 Thank you for your beautiful music. Talk you soon。好， Linda 也要再一次感谢他们提供我们 Lulu 这么多好听的音乐，给我们的音乐分一点的听众朋友们。好，那么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， Linda 跟 Lulu 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咯。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凌晨一点到两点，请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分一点。晚安咯，拜拜。